陈柏良奋战，提出台湾足球希望。台湾男足今年四场比赛，吸引50,000多名球迷入场加油。17号队长陈柏良点滴在心头。Hello， 各位球迷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柏良。当然，明年还有国际赛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我们中华队。陈柏良在足球场上坚持奋战，其实有一段小插曲。他国三升高一时，连续落选青少年和青年队，一度误交损友，萌生放弃念头。还好启蒙教练李春荣不断鼓励，台体教练赵荣瑞将他选进奥运队，靠贵人引荐，目前在中国超级联赛踢出一片天。他设定自己踢到35岁退休，更希望看到台湾足球能职业化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听说明年也会有很多的国际比赛，希望你们能够也到场为我们中华男足加油。 Yes， 动新闻台北报道。